淋上美乃滋，撒上砂糖，盆墙炙烧，焦糖鲑鱼寿司完成，烟熏口感再搭上酥脆焦糖，超绝配。连锁寿司店真鲜推出限定门市石牌府中店，从10月底到11月24号不同时段大折扣。连锁寿司店推出限时优惠，不只可以享受鲑鱼自由，三个鲜虾寿司只要30元，等于吃一个只要一个10元硬币。两个焦糖鲑鱼寿司过期要80元，现在只要40块，等于打了5折。而鲑鱼生鱼片原本2块60元，现在免费多送1块，还不加价。我都会点鲑鱼系列，因为它的鲑鱼都蛮不错吃的，就是会觉得优惠很多，然后可以吃的比较多。另一家连锁业者寿司郎同样也推出审核包方案。要提出给你看吗？油花分布均匀，色泽鲜亮，一口吃下入口即化。寿司郎推出生鲑鱼2加1罐60元优惠，同样加量不加价，等于鲑鱼寿司从一个30元变到20块，一口气折价10元，限时优惠到10月31号。那这一次的话是我们推出的生鲑鱼，原本是2罐60元，那这次是特别推出2加1罐也是60元。出估的话，昨天第一天大概是单店卖出400到500盘左右。其实生鲑鱼的话，一直都在我们的销售排行榜上面，所以客人都还蛮喜欢的。点的人都有增加。其他连锁寿司店推优惠也不手软，蛤蟆寿司也在信义安和杨梅店推出平日寿司全品项9折，藏寿司则是寄出抽奖活动，吃10盘抽500元的抵用券，50盘则是抽台北东京的来回机票。物价涨涨涨，餐饮业者推方案也算生活中不无小补的小确幸。东森新闻杨俊伟、蔡欣佩台北报道。